各位同心，今晚开始上课啊！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心，今晚开始上课啊！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心，大家好。足感谢。大家拢半时间来参加咱法律的点招啦。秘书长，伫咱要开始以前啊，甲咱报告啊，咱来爱。搁转来来参加点钞，美国甲咱讲，咱爱4000名，爱咱的名单，咱也报出去。有诶讲无啊，我无要参加哦，咱就足闹亏诶，所以。这是足重要的，你若愿意来伫台湾民政府做以后的官员，你若无来，歹势，因为报的美国都无你的名，你要安怎来做？所以。爱甲大家讲，足济来上课、参加初级班、高级班，上课了后出去，因去会讲啊，安尼都咱这个法律啊，足简单嘞，伊也足清楚嘞。搁去做一个什么政府啦，还是什么什么团啦？讲要来游说团啦，讲恁钱都爱回台，咱来牵挂钱，来搁甲国会游说啦。足济济搁来发什么新闻情啦？迄就是讲一个较歹听，就是啥？拢咧甲咱扣后脚，要互咱较慢的啦。所以讲，咱若无做华丽点招的事啊，报去美国，因遐讲，阮遮拢唔是哦，阮遮拢无要参加哦。咱台湾民政府唔就真正是闹亏。咱所做嘅代志是一步一脚印，绝对正确嘅正确嘅。所以，大家来参加，家己鼓掌一下。这就是咱未来坐伫遮的人，唔是事务员啊，坐伫遮的人，以后恁有要做什么？一定爱甲酋长，吼、去沟通，恁想要做啥？搁刷落了后，咱一步一步直直咧完成这个配置甲这个结果要出来。下晡2点。军校的点招，
军手的电招，就是要给军手遮的啊，军手考试通过来安排，来建立这个啊架构。建立架构了后，刷落过来，就是黑熊电招啊，加啊，迄、那个啊。政治局甲事务局，拢一级一级要做电招。过来，参议院要做参议院的人的电招。过来，啊啊，众议院。那众议院是要用算的，好、哦，这是好。大家了解这个状况啊！参议院早期让完成啊台湾啊人民啊公民权利法案，这都是荷兰参议院诶同意通过啊！即马时间我过了足久啊，时间我差不多。要执政的时间直直接近，咱参议院啊，哪要过来做一个电操？你有愿意无？较早这个人有愿意无？啊，是讲啊，有个人，你的各方面啊，会正确啊，表示较正确的啊，你有愿意来无？好、哦，希望恁大家，咱应该来遮，咱这个课程了后，刷来就是咱迄、那个啊，潘良华是众议院的议长啊，要来甲恁讲一个美国国会。所以讲美国国会，大家我爱认真了解，下一个课堂内底爱去认真了解。你本身有没有这个意愿？哦，啊，你的本身的迄、那个做各方面，那依照英国的情形，伊分为上院跟下院。上院就是参议院，参议院啊是各地方啊的啊。代表迄拢是推荐的啦，拢是啊，和州长去推荐啊，这些代表一个州里面啊，推荐三到四个人，哦啊，中央再推荐一些人来参与，哦啊，这和大家知影啊，大家后节课。我爱大家认真听，啊去了解，好、哦、啊，这事先甲大家啊报告。啊，咱坐伫遮的动心拢是啥？后摆是做决策的，做计划，做执行的，做控制遮的人。啊，遮的人首先爱啥物？我想想咧。我甲秘书长讲，啊无我来上这个课啦，就是公共事务啦。什么叫做公共事务？公共事务就是讲咱政府单位所做的，拢是啥？公共事务啦。啊，公共事务。爱好大家了解，讲甲成本的观念爱知影。咱无爱甲流氓政府所做诶，拢是啥？无考虑到真正公共事务的定义啦、定义啦，是安怎？足简单，具体的上简单的例，互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。高速公路，咱拢起好啊！政府
去的呢，咱纳税金去的呢，讲为着啥？和速度较紧的尔，唔爱人工来修，这包赚呢，啊，讲好去财团去赚啦，安尼敢对？百分之百唔对啦。咱提这个来，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。政府收税金收好，啊来铺这个高速公路，让大家方便。即卖讲要较紧嘞，啊叫财团来讲啊来设这个啊靠钱的。靠卡去到台湾，啊，啥财团啊抽去，哪有安尼代志？我细汉咧看歌戏啊，大家唔知怎样，我有当时阮妈妈甲带我去看歌戏，讲山东乡尾啦，讲这条路我铺的树啊，我栽。你若爱性命，金银财宝留来人做你走。咱家己出钱，交税金做出来高速公路，啊，叫财团来咧收钱，这敢叫做公共事务啊？这点，予大家去体会。咱民政府的官员。咱所做的代志，一定爱有这个思考。你若要爱紧，拢甲卡卡掉，免收票，安尼上紧。希望咱大家。大家一定爱去有这个观念，好，回去你以后要做代志的时，你都爱去思考这个问题。好，因为时间上真宝贵，我会把重点啊讲出来。啊，然后带随身带来的，啊，就去扩一下，回去看。啊，有问题吼，啊，再来讨论外紧吼。咱。大致上吼，这也甲大家讲，啊，这个啊，可能讲一个大腰啊，咱来讲第一个、第六个甲结论，啊，我看时间上都啊差不多啊，吼，所以讲无遐多啊，讲较完啊，咱今晚要讲什么叫做公共事务啦？公共事务啦，较简单来讲，政府咧做诶代志啊，拢是公共事务啦。啊，公共事务是爱安怎？咱就讲，咱爱来解决人民诶问题啦。人民有啥物问题？咱来去想嘛。吼，有诶人讲想讲，哦，安尼高速公路要好。卖塞车啊，要较紧嘞！哦，啊，即卖无爱人工来修，啊，只叫做啥？财团来修，这都足大的错误。咱开的钱、纳的钱都起好啊，啊，那个叫财团？你若要国库较充裕的，包摊的政府来设都好啊，当政府家己收收的，去地财，迄个叫做啊？财政部来处理就好啊，那爱个叫财团，迄款投资咱政府敢无法度，高速公路都法度起啊，啊，就爱个叫财团来起迄个叫做啥扫描的地方，这个问题大家去思考啊，这个大家足好的咱的叫做啥公共事务的议题啦，这就是啥？何必来解决人民的问题？讲好交通好较紧的，可个啊，就去想空啊，计划去予财团啊，去予冒一个同款啦。
这绝对唔对的。过来，来满足人民的需要，来解决人民的问题。因为什么问题，咱来想。过一个政策，咱来想看卖，过予大家去思考。咱这的老百姓的要读书的啊，读册啦，啊，都爱去银行贷款。实在要予这的少年的啦，无爱来参与政治啦，无爱来参与这个叫做啊公共事务啦。予恁毕业了后，为了要还这个贷款，拢无时间，干那咧拼，即系讲啊，拿贷款都拿袂了。使得因个国家人民读册是免钱个啊！安尼大家唔只爱交钱来迄类。英国生囝甲啊生出来免钱个啦，啊后牛奶粉予你用啦，牛乳啊予你啦，安尼唔只对。咱家拢是啥？拢予大家为着这三顿，有诶唔敢生囝啦，啊，有诶唔敢娶某啦，真正诶啦。所以吼、哦，这就是大家爱提起，咱家拢是政策。啊，计划啊，执行的管理的这些啊，员工是政务官呐、啊，一定爱思考这些问题。确定啊，咱会过去讲到吼，啊，予大家去过去较了解咧。西德后安尼呢，因那西德伫外国的西德人，讲伊要读册，啊，有差不多啊，四五十个西德。政府就想办法，甲创一个私德学校。你看，咱国家会强，所以这个观念吼，因为我伫国外，那去看到讲，哦，这是私德学校哦，所以足甘心啦，咱的国家甲咱的国家。无同款啦，真正实在差足济哩。啊，咱这就是啥？爱促进啊社会的福祉啦吼，啊，甲保障国家的安全啦，啊，来定这的做制度啊，甲法律吼，啊，来做各种活动。唔是讲，我在执行公务呢，啊，你到啊办公室来，哦，啊来吵。啊，您这个就是啊，或是说啊，警察在取缔的时候说我在执行公务呢，啊，这是不是这个状况？啊，这是不是公共事务？这个爱好大家足清楚，咱即马那也要加要的这个，咱啊，今年度啊一月初一啦。咱诶，有来参加迄个新春迄个餐会，举手一下好不好？啊好，请换车。我头一半无来啦，咱诶背景啊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新春餐会诶背景啊，是这个啦。这个舞台上的背景是啥啥？主要就是要甲大家讲，为百姓设想，大家深深的记咧。执政者的事务官也好，啊，政务官也好，凡顺地啊。民政府的所有的官员，拢一定爱心内爱记咧，咱是为人民设想，啊，这就是
咱要做的代志，就是公共事务。后来，咱要了解，你要做代志，拢一定爱钱嘛。好，那以前咧上课，那有听我以前开的课，较早的就会了解讲，我的观念定来讲，咱一块爱做两块用啦。好，一块爱做两块用。爱考虑到啊，迄、那个咱这个来之不易啦，吼、哦，咱的税收也好，咱的做啊政府所的资源所赚来的，我拢来之不易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一块爱做两块用，啊一块爱做两块用，就是爱了解讲这个成本的问题啦，啊要爱考虑什么什么什么因素，啊那考虑不当。国家破产嘛，债留子孙嘛，安尼对一个啊国家来讲是啊足唔好嘅代志，按我足啊，咱那咱民政府咧责任绝对不可以的，吼、哦，绝对无未使的。啊，这是要给大家大概了解，咱那成本的支出嘛，啊支出。大部分是安怎？咱若有意义的啊，吼，那啊，就是变资产嘛。啊，若唔是的是，就是那开掉的啊，就是讲，但是有相对吼，就是费用嘛，啊，无就是损失嘛。好，啊，这是要给大家看一个就好啦。啊，给一个观念啦。一般讲，那这个。资本的支出啦，是讲啊，依照这个一年啦，啊个金额较大啦，有要延续吼，经济效益才延续一年啊。啊，这那低于一年，啊个金额小的，啊，这得看大小公司的观念来定啦。啊，这和大家怎样对都好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得讲要资讯足重要的。咱吼，咱要了解讲啊，考虑那是不当，吼啊，资讯啊拢无啊，咱迄个要怎啊，后果上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。何事？讲起底下啊，迄个要做大屯山活火山附近啦，啊，这唔是保险也别创啥，对啊。啊！活火山唔知当时要爆，都唔知影咧。啊，无即卖起起个，要予后代的人民去受苦受难，安尼敢对？所以，咧做决策个是足重要。所以大家爱拢爱有这个心吼，爱有这个心。啊，这要甲大家讲，咱。台湾的天然资源啊，拢是有限的、有限的天然资源。咱袂使甲美国去比，袂使甲巴西去比，哦，袂使甲啊做啊其他啊大的国家来比。咱会使去模仿啥？新加坡，新加坡推行啥？变形啦、啊，对啊，唔对啊，绝对对的嘛。因国家小啊，啊无什么资源啊，大家足乖的。你若无乖，啊皮疼。美国人伫新加坡犯法，照例变形。美国政府、美国总统打电话。和新加坡讲，看会使免变形无？阮是美国人，歹势！你伫新加坡犯法，造变形，这世界新闻，大家敢唔知？知啊唔知？咱爱去定下只个做啊规定法律，拢爱去思考，咱就爱去学一寡。吼、哦，瑞士啦，
啊是迄个有做小的国家吼，啊来个模仿，吼啊像是能源、绿能、发电，唔得对，唔是啊，啊要核能啦、啊、核料啦、啊，迄拢唔对啦。咱家己咧做，迄个做啥？太阳能的面，迄个做，迄个板吼，太阳能板吼，咱家己也要做。咱拢无咧推展，干那象征性的啦，安尼敢对？绝对唔对。所以要予大家了解者吼，咱啊天然资源有限吼，咱爱用家己的。应有的资源来创造这个财富，吼、哦！啊，要决策的时候啊，拢爱去相当的考虑，爱去了解，啊，才来做。啊，这是啥？上大的目的是啥？啊，是要让国家富强嘛，人民啊富有嘛，啊，这就是上大的目的。啊，咱来。啊，决策者来执行的时啊，执行的时啦，咱大家都爱讲，咱啊公务人员爱啊有权利啊，到义务啊来用这些资源来创造上大的利益，绝对无蚊仔管的啦。那蚊仔管的执行者到时做落了后做唔到啊，拜完。也来拍卡称，安尼唔则大家会认真，所以爱甲大家啊有这个啊了解这个情形吼，啊过来，好啊，这就是甲咱讲一个情形，啊咱来啊。规划啦、预算的编制啦，吼，啊，这拢因为时间上的问题，用这个图来给大家看一下就好啊。这就是讲，伫管理上啊，控制的系统是安尼，吼，啊，这咱用会计啊，管理会计的观念嘛，你要做决策的时啊，拟定的时，都爱分析所有的资讯。啊，这个到地震带，啊，到火山地带、火山，啊，那会使。县河场伫边啊，吼、哦，类似这个资讯拢爱有，吼、哦，啊，再来规划，啊，来编这个预算，吼、哦，啊，再来做控制，啊，甲有这个责任中心，甲这个控制啊，责任中心有达到这个目标啊，利润无？啊，若有达到，啊，咱用奖励的方式，吼、哦，啊，若来过来做考核，啊，来做这个绩效报告，啊，佮回过来安尼循环。好，这是予大家管理系统的情形，予大家知影者。好，啊，咱过来吼，这一挂啊专有名词吼，这咱就无啥爱甲介绍吼。咱但是要甲大家讲一个所在啊，咱这个部分啊。就是这个部分，这五个啊，你做决策的时啊，有当时啊，会去忽略掉。我简单的讲一个，予大家参考一下吼。现在大家周边拢有这个情形，这个例子，你的朋友、你的亲戚，原早做工厂做了足好嘞，啊我。就有趁钱嘞！伊做出来讲，搁去外口搁买一块地，起一个较大个啦，啊来做，会做无两三年，讲倒去啊啦！有这个情形啊无？是毋是真济？这就是啥？这就是伊遮吼。有诶忽略啦，忽略啦，遮啦吼，啊，遮有诶忽略掉了。这个例啊，
爱会记得就好啊。吼、哦，啊，咱这个知影，咱起码要搁讲较咱甲咱搁较相关的。成本甲效益的原则，咱就知影讲成本就是支出嘛，要公共事务拢爱去付钱去做，啊，这个做出来有达到人民的需要无？啊，有啊，会解决人民的问题无？啊，和国家啊社会较安定，啊，各种人民啊，拢较和蔼啊，拢有这个，大家讲较安定啊，大家拢过了较好，这是咱上重要，这就是咱要付出的，就是安尼。啊，这个就是讲咱收入吧，有这个效益无？啊，那有。咱阁举一个例子，吼，阁举一个例，花消费券，好啊，吼，这个问题吼，都爱去思考。我有诶，即有诶，真侪政策啊，拢爱去思考，即个钱要用诶带去上好。啊，这就是效益的问题嘛，吼、哦！啊，这就是咱起码要讲讲效益低成本啦、啊，就是一本比啦。这个咱那也要讲一本比，让大家知啊。因为咱啊，头拄啊有让大家看过啊，《台湾公民权利法案》29条，你甲咱讲什么？你那是啊，这个预算，咱这个啊，这个预算呐、啊，我们税出概算啊，依照一本比的大小比例排列，小于一的不得执行。这点大家一定爱记哩。你以后要做什么预算要编列的时啊，爱。按照这种爱算出来，小于一的，那么啊，一定啊不得执行。你哪要执行，你得爱专案报告，啊，无你到国会来审查的时候，拢打回票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都一定爱和大家知影这个一本比啦，吼、哦，有诶也唔知虾米叫做一本比，你问讲，吼、哦，啊是。是啥物？啊，就是讲效益低成本，啊，就是一本比，看有大于一无？啊，那大于一，咱会使哩。安尼就无可能有这个蚊啊关的发生。啊，甲一点吼，爱记哩。流亡政府常常咧用啥？用追加预算。追加预算都有问题啊啦！这吼爱学大家，咱无必安尼做吼，无必安尼做吼。啊，过来，咱来做一个结论：公共事务爱有这个成本的观念，吼啊，就是要为百姓设想。这难，安尼是虾米？公共事务爱有成本的观念，啊是有成本的观念，就是爱啥？做好事情，把事情做好。啊，那要做好，就爱有态度。哦，你的态度是啥？哦，其实执行者的效率。哦，有诶讲好啦，答应啦要做啊，啊。拖了几啊个月才做出来，效率无够，安尼难唔对啊！吼、哦，啊，咱外成本的观念，就做对了事，做对了事，啊，一定爱有心，吼、哦，啊，其实结果是美好的，吼、哦，这点是要甲大家讲，
一定爱去了解，吼、哦。咱们有的人讲，态度是决定你的啥啊高低嘛，职位的高低嘛。所以讲啊，有心就是会完成嘛。大家都要来参与咱台湾民政府的事务啊，希望大家过去少招你的朋友、你的同学、你的亲戚五十，拢来上课，甲啊，拢来领身份证啦。安尼拜托大家好啊，好啊，感谢大家，咱今天结束。各位同学，下课休困十分钟。椅子收到桌子底下，方便旁边的人走路。